叫做 Bobby， 玩咗 AYP 两年啊。我叫 Happy， 喺 AYP 认真参加者。我喺 AYP 入边最开心就系行山噶，因为我想关心身边嘅队员。我觉得玩 AYP 最困难嘅系行山，因为每一次。孭好重的背囊，所以好攰，但我都好中意行山。我今年会参加 WOGAME。我挑战，我今次咧要用自己行山嘅能力去挑战自己，为 AYP 筹款。你哋都要嚟参加。